今天又是个大晴天呀、啊，这个天上那个白云也很好看，蓝蓝的天。啊，咱在小区里遇到一个大爷啊，大爷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您这是，哎，我不会抽烟了，老师，您这是在这干嘛来着？这是歇歇脚。我这个呀，上回个连电了啊，上回个连电了，连电之后啊，他就时走时不走啊，就你那个小车不走了，出问题了。啊、对对，出问题了。啊，它那个电容坏了。哦，是充电器的电容坏了还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对，这电容。哦、啊，你啥时候买的这车？我这车就是赶集的时候。嗯、啊。有一老头儿。嗯、啊。要买一口价1000块钱。哦，1000块钱。我那来了之后，我正想买一个。哦，正好。嗯、那你用了多久了这个？5月19号，5月19号，哦，那你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，刚出问题吗？就是下雨的时候。下雨的时候出的问题。连电。哦，就连电了哦，那找个行家给你看看，给你修一下。就跟那会儿那个电视似的，集成的。啊、对，那换个调节器得多少钱啊？那160。哦，160啊！哎，车过来了，妈咪过来。你老家是哪儿的呀？北京的。北京朝阳的。您多大年纪了？现在54年的。哦，54年的，那还挺年轻，不算年纪大呀，还不到70呢，是吧？哦，我看您这个白胡子白头发，我还信你年挺大的。挨了刀来了，您还啊？怎么回事？您这干什么？哦，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就是。头先支的架啊，后搭的桥。哦，就是心脏不好，做手术了。那你到银滩来有感觉吗？跟这儿就是不容易上火啊，在这儿不容易上火，在北京容易上火。对，您比如说啊，跟北京啊，您就得喝自来水啊，自来水里头就有漂白粉啊，漂白粉您说不是毒吧，对水有好处。对，你要时间长了对身体能有好处吗？哦，这边的水没漂白粉吗？自来水就有漂白粉。哦，对，我就说这边的水呢，银滩的水呢，你要上山上打去喝那水就没有。哦，你平常喝哪的水啊？我有时候也上山上打去，有时候打的井里。啊，喝井水那绝对没漂白粉，对您身体有好处。您喝不喝这个吗？井水我喝。就这小井儿，对，我经常在那儿井里面打水。其实这小井里头啊，也是打山上下来的。哦，凡是自来水，您上打那纯净水去，哦、机器上，嗯、哦，那也是自来水。那是自来水，对。是。您在冬天待过没有啊？我这来都头一年。啊，今年头一年，你是才买的房子？不是，我是这儿有买房子的朋友，嗯，我租的一套。啊，给你租套房子。我租的半年。啊，租半年。我去年在龙口。哦，在龙口租的。哎，对，您去过龙口、啊、您在这儿待着和龙口你比较一下怎么样？这两个地方啊，那是有工业区。有工业区，那是有最起码的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山东铝业。哦，山东铝业在那儿。那是冶炼厂。哦，那是对那个空气有影响。对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说龙口的空气不如银滩这边好。那当然了，那边您看啊，啊，那个大马路，它边上都有小黑细沙。哦，黑细沙是怎么来的呢？那就是冶炼厂的。哦，漂浮的东西，对对，落下来以后。而且在港口附近，啊，工厂比较多。哦，它工厂是工业比较发达一些。不是，反正我发达不发达，因为挨着，那边是港口。港口哦，所以您住的人市出来和这边两边比较一下。有什么区别？就你自己感觉？从空气上来讲，这边要比那边强多了。嗯，那温度呢？温度这边最热也就是32度。啊、那边呢？那边反正是也差不多。那边是面冲海冲。从北面，这是南海，这是。这是靠南。对，还是南。水没有那边清凉。啊，就是你海水没那边清净。海水终究比这边好像是深点。深，它显得蓝，但实际上海水这边也很洁净，
只是因为它浅，把沙子一有浪，把沙子一卷，你给你感觉好像是比较浑浊。这海水还是、就是、这是黄海啊，就是尤其是青苔那一段啊、青苔那一段，嗯，甚至于海边，嗯，不是有那青绿苔嘛？啊，虎苔来的时候那段时间，那段是不好，这边不好，龙口那边没有虎苔。正赶的快放假的时候，它起那苔。对对，您说对这本地儿，它没招没招。对对对，它那就是意义。对对，旅游很有影响啊，很有影响。嗯，对。您说，尤其是拿现在来说，人正好有的人头一年来，要赶上这个臭绿苔，你要是啊，对呀、啊，这对这边印象就不好了。啊、像我们来这今年头一年。你怎么对的印象怎么样？对银滩这边印象？你住了这已经好几个月了，有两个多月了，还可以。生活方便程度呢？生活程度这边还可以，这边还可以。生活程度，因为这有两个超市，两个超市很近啊。冬天也没问题，冬天也没问题。我就说您在龙口生活的时候，生活方便吗？嗯，那会儿他那本小区超市少，这离大超市很近啊。这个赶集也很近啊，咱北门就是集啊。夏天东西多，这么得有这么一个吗？得有一个这玩意儿。你要赶集去，您说六七公里，您要走着就很远了。这里赶集很近啊，咱们赶集多近啊？咱赶集近的话，您比如说，它也有时有赏啊。对，有这么一个天天去可以赶集。就是银滩所有的集都能赶。所以你买的车买对了啊。不是说买对了，你上哪必须用。对。对，用得着。您去的地方，都比较不是那么富有，不是那么热闹，是不是？对，造着的。就是您那个做了这个心脏手术以后，比在北京待的有什么好处？在这边待的，说一句不中听的啊，这不是妥心境吗？啊，妥心境啊，就是图个心境。妥黑心境，您那是不心境，为什么呀？这儿来一个人，那儿来一个人，最起码的，您搬着搬的没了，搬着的那个没了啊，您说是不是？你勾您心不勾？您惦记不惦记的？您说搬着搬的，甚至于光屁股长起来的，大点的、小点的，勾您心是瞎说。所以到这边是就图个清净啊。那第一个是这清净。第二个，您要有孩子，您有些时候说的不对，这话什么我的，容易出毛病啊。您这两口子，他也不顾别人，他也不顾别人，就顾你这俩人啊。俩人生活比较清静一些，没那么烦心事儿。您说是不是？是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您躲开了，比如说我啊，跟儿媳妇儿啊，那终究不太方便。对对对，不服。有时候甚至于说话上的，你还得住在一起吗？那还在北京，住在一个大院里。没以前啊，在太阳宫那儿，他一套我一套，我给租出去了，我跑苏河去住了。我那个崽子也追我去了，他给他那房他不给租出去了，也追我去了。你说你给轰走吗？那您在北京那个房子，你租出去价很高吧？你多大面积的房子？北京？我那个九十多平。租出去一年能收入多少租金啊？我是跟这儿外头还租房呢，您这跟这儿租。我就说您北京的房子能租多少钱？我要租九千的话，我跟这儿还得花五千，还得租房了。您剩点啊？您不剩点吗？对对对，得剩点的。您折腾啥了？对，不，那边毕竟还有个鱼头嘛。这边租房子便宜，那边租房子对，那边贵，那租的贵，对，正常。对对对，这样倒腾一下也挺好。你搁个儿瞎折腾，反正凑合够吃够喝。够吃够喝。再说还有退休金呢。逢多必少，够你吃穿的。对对。这会儿啊，这边终究啊，您别看瞧病不那么方便。他不容易得病，您说哪个方面好？对呀，那边瞧病，瞧病方便，但是容易得病。这边呢，不容易得病。对，用不着瞧病了就。对，不能说用不着。对，人老了，自然而然必须得有病。对，在某种情况下。
对，您说是不是？对，这也是必然的。对，这边不容易生病。对，甚至于有些时候呢，在某种情况下，您要心态好，还养病。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在这里有个心态，好心态，好好的养养老，养养生，挺好的。人活着，就是心态。心态，人活的个心态。您精辟。心态，是健康的基础。对，有道理。老爷子看得透彻。是，您这车，您说，是混动的好还是续航的好？行，我先停在这儿啊，跟你说车的事啊。